那开始了，新攻略资格赛，第一个提示，请看，选秀歌手超过700人怎么猜啊？对不对？说的是谁呢？还有第二个，请看第二个提示，英文老歌，选秀歌手为什么跟英文老歌有关系？名字几个字？ 三个字的人名，第三个题是要看清楚喽，请看，80年代舞厅，选秀歌手英文老，啊？80年代的 Power， 我想猜猜看，迪斯可，迪斯可是吗？是人名吗？问题是有个人叫迪斯可吗？有吗？ OK， 最后一个提示，豪尔原地休息，请看，英国王妃。啊！哎，我知道了。我以为是保卫姐。我有按呢。按慢了。他真快。大声说出来。戴安娜答对了没有？当然答对了。漂亮。来，就请你的孙玉婷进行她的九个攻略赛。 孙于婷同学，夏威夷国家大学高阶舞蹈师资，5分钟的答题时间非常的充裕哦，所以你可以悠着来。我们先看一下呢，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的努力和拼命？因为值得，奖品很梦幻，请开门。刚才听了谢哲清说了他拿过的礼物，你也看看我们今天的智慧家电，全部在这里，不占空间为电脑的跑步机。 洗脱烘衫机一体的家电，空气清净机，还有一个100平以上恒温恒湿的铜酒冰箱。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一点点心意而已。我等下把它带走。什么东西？我等下把它带走。哦，这么早，这么早就说梦话，太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你都有什么样的题目等着伺候你。来，请公布。5分钟，你要面对的客制化题目分别有：肚皮舞症状， 2010首尔肚皮舞冠军，哇哦！咖啡哲学，听说一直想开一个跳肚皮舞的咖啡厅。美颜圣物，你非常注重保养，吃甜点看个性，你甜点控。水果渣做面粉，说的是你会做蛋糕。哦，八字算一下，有点小迷信，你会算一下的。土耳其 yogurt， 说的是你喜欢到土耳其旅游。对。历史第一报。 你的中文和历史听说都还不错，文科蛮好。还好。那你觉得从哪里开始？美颜圣物好了。美颜圣物，来，请出题。来了。在宫廷剧中，经常将珍珠粉视为是上等之物。请问，好的珍珠粉具有下列的哪一项特性 ？A. 光照有明显的闪光。B. 流动性不佳。C. 浸泡醋中气泡较少。哇，够天然了吧，珍珠粉。嗯。 我的答案是 B。B 流动性不佳，请锁定。我看不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在搅拌它的时候，其实它比较不好流动。流动性不佳，请揭晓。答对了。保卫姐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不懂，就是它不会溶于水。 它不容易溶，因为它是碳酸镁跟碳酸钙，所以它碰到水会结块。哦，所以这样子。碳酸镁跟碳酸钙，它主要的成分。不好搅拌的意思。对。你不是只会旅行吗？<笑>我也是这么听说。你旅行的时候也敷脸吗？<笑>他肯定他的肤色肯定。谢哲金敷脸，我会崩溃，你知道？谢哲金，戴个面膜这样子。<笑> 再补充说明一下，来上网。好，让大家更了解一下珍珠粉哦。其实珍珠粉呢，它是能够内服，同时也可以外用的。那在外用的部分呢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上皮细胞来进行修复，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白皙滑嫩。而在内服的部分呢，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安定我们的神经，所以可以改善头晕啊或不舒服啊，甚至是你胃酸过多的时候，因为它里头含有碳酸钙，所以可以帮忙综合胃酸。但是呢，要选它好的珍珠粉啊，其实刚刚所说到的流动性不佳，就是它研磨成粉之后呢，它其实你放它袋子里面哦，走路在提的时候，它还是很容易会结块的。倘若呢，它的这个很容易就是散散的，像粉状一样的话，它反而可能会是赝品。而那我们刚刚有说它有碳酸钙，所以加了醋进去，照理说会有很多的气泡，所以反而是可以用醋
我们来看一下，肚皮舞症状，请助理。 腹部型癫痫症为肚子会不自主的抖动，就像在跳肚皮舞一样。请问此病因为何 ？A. 肠平滑肌收缩异常 ；B. 胰脏细胞病变 ；C. 脑部不正常放电。好难哦！腹部型癫痫，腹平滑肌收缩异常，胰脏细胞病变，脑部不正常放电。 3分45秒，我的答案是3分40秒。 A 长平滑肌收缩异常，请锁定。你太挥霍了，你的时间虽然久，你不能这样子用。你一个想快1分钟，这个没有道理，你知道吗？你太挥霍了。嗯，认为他答对了举手。应该对吧？一个。你为什么不举？我没有举手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想法不太，我因为我想那个癫痫这个字，脑部异常放电。它到底叫癫痫还是癫痫？癫痫，癫痫。好，就癫痫，癫痫的话跟脑部异常放电有关。啊，癫痫跟脑部异常放电有关。所以我刚刚在犹豫。你选 C， 我选C的举手。哇哦，4票，哇哦，就没人选 A 的了。腹平滑肌收缩异常是不是真的？请揭晓。第二题会不会对？第二题有没有过关？ 的癫痫呢，成因就是脑部不正常的放电。那么呢，这个腹部型癫痫呢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大脑的颞叶不正常放电的一个状况出现，搭配着腹部的痉挛。那其实呢，这的确有一个13岁的孩童哦，他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状况。他从来没有学过肚皮舞哦，可是很奇怪的是，他肚子的这边的肌肉居然开始会自动的这样抽动，而且抽动了10几分钟，当然是不太舒服的状况。而且同时还搭配着呕吐啊、腹泻啊一些其他的病症发生哦。所以医生也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倘若 如果呢，你有这样呕吐、腹泻，但是你又可以排除掉肠胃道的疾病的话，可能就是有腹部型癫痫要尽速就医了。谢谢，你不是只会旅行，你为什么也会这个呢？我猜的，没有了，就是你怎么知道癫痫是脑部不正常放电？他是后来学理就证实他是不正常放电造成的。这是我心目中的张友化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讲，其实我没有开心。 什么都知道的，他都在现场，你晓得吗？你没有在现场，太可怕了！你就差两题。第二轮资格赛，各位，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。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，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！